好，咱们先回一下上节课内容啊。上节课讲什么来着？上节课初步的接触了一下路径，对不对？在这个，比如说新建一个文件，在这块儿我有一些钢笔工具，这些全是路径的工具，对吧？选路径之后，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？选三种类型模式，对不对？这是形状图层模式，这是路径模式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填充颜，这个颜色填充模式。那么这个时候点这个之后，它就加什么呀？就相当于点这个之后，我换一个颜色，换一个红颜色，我可以做一个什么五角星，对不对？那么以前这个我的数学老师韩老师啊教我怎么画标准的五角星啊，非常感谢。那么这个有了它之后，你可以注意到这是一个颜色填充图形，从后面加一个路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使用红色箭头干什么用？整体移动，不是这个黑色箭头啊，整体移动啊。那么我能不能选中单独的点啊？啊，一选就全选。白色箭头呢，可以选中单独的点，好像哎，你要哎选中一个点。哎，选中一条边，是不是一条边？哎，然后怎么办？选中三个点成不成？三个点，这三个点。哎，这是不是就选中三个点？四个点成不成？四个点，哎，四个点，5个点都成啊，6个点都成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移动。当然了，它后面还有一些，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尖点，怎么才能把它转化成一个圆弧的点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就点中它，摁住这个，就摁住了。不放手，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一个圆弧的点，发现了吗？是不是一个圆弧的点？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这样移动它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可以移动它呀？当然我还可以移动的，我这个这时候白色箭头变成什么了？变成可以控制这个移动手臂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这个呢，是不是也可以同样做？我点这个，哎，把它做成一个圆弧，每一个点是不是都可以做成一个圆弧啊？哎，那挺有意思的。那么咱们来一个，每个点都做成一个圆弧。做成一个海星，啊，海星。那么点拉，点拉，点拉啊，点了，全点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说我用这个，它始终是一个切线方向，你发现了吗？始终是一个切线方向。那么怎么才能让它就是不是切线方向呢？哎，这个时候你可以，哎，你看拉长什么效果啊？缩短拉长，用白色箭头缩短拉长，这叫什么？啊，黑色箭头叫路径选择工具，白色箭头叫直接选择工具啊，直接选择工具，用直接选择工具，它怎么样，拉的比较长，对吧？实际这个任何一个曲线是不是都有相应的这个方式来做的？那么如果说这时候我用转换点工具，我摁住了它会怎么样？就把这个锚点从一个这个弧点，比如说这样的，就变成什么样了？是不是有可能变成这样的呀？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咱们总结一下啊，总结一下。首先是这些一些概念点啊，任何一个曲线，所谓曲线啊，刚才那些填充图，这个曲线上面的这个填充图层也是一个，就是也是由曲线来控制的，这种东西叫锚点，它中间的东西叫路径，它是由什么来控制的呢？这边有一个控制手臂，这边有一个控制手臂，它们两个。的长度啊，跟方向，还有这个锚点的角度，一起来控制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上面的这些点呢，就是这个点的方向点，啊，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这一段曲线啊，比如说啊，咱们放大点，这一段曲线是由什么来控制呢？首先是由这个点的位置，还有这个点的位置来确定的。除了这两个点的位置之外呢，还与它的这个。这是一个尖点，所以它没有这个，那就把它变成弧点，所以它没有调整手臂。那么这个就有了调整手臂了，它是由什么来组成的呢？它是由这个，还有这个来组成的。就是说，这个调整手臂的长度以及调整手臂的方向，哎，这样来组成的，哎，长度以及方向，方向以及长度，才组成了这段曲线，才组成了这个形状，对吧？好，那么。当然了，这个用直接选择工具可以直接调整这个它这边的长度，啊，还可以用这个转换点工具，就是那带尖儿的，把它从一个切线方向变成一个什么非切线方向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弧点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弧点啊，非弧点。一类特殊的非弧点是什么样的弧点呢？比如说这类就是一个切线方向的弧点，发现了吗？哎，如果说我把它怎么样？我把它用尖点点一下之后。我就直接点一下，变成什么了？
变成这样一个尖点，哎，摁住了拉开是什么？又变成弧点，弧点之后再把它变成这种样子，发现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一个特殊的弧点，特殊的弧点。当然我可以做成这样，对吧？我可以做成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特殊的非弧点，这是一个一般的弧点，好吧？那么咱们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吧，什么的例子呢？叫扑克牌的例子。那么，首先也新建一个900×900的文件，选择什么呢？选择这个自定义形状工具，啊，先画一下这个。我如果说先简单的画一下啊，先简单的画一下，怎么简单画一下？用钢笔工具生画，钢笔工具直接点，就是这种直接点的效果。如果摁住了，怎么样？出现的是什么？这种效果。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形成两个这样形状图层了。我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呢？先做一个方板。方板怎么做？方板点点点点点，那么移动一下，看移动一个点，移动什么两个点，一条边，移动三个点，哎三个点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点像桃心了？啊，是不是有一点像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变桃心？融合点工具，发现了吗？哎，这样是不是就变成桃心了？好，桃心有了。桃心有了之后怎么办？再变成什么？哎，再切回到这个直接选择工具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黑桃，Ctrl T，Ctrl T。哎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点黑桃的意思了？哎，然后怎么办呢？这块的位置不太对，那怎么办？摁住这个，添加锚点工具，给它加出几个锚点来。啊，把它放大点，加出几个锚点来。这个时候再用这个工具，给它，哎，Ctrl Z，放大点再。哎，这是不是有点像黑桃了？黑桃吧。哎，那么最后一个是草花，草花怎么做呢？哎，这个时候把它再加几个锚点吧，应该这儿加一个锚点。用不用加锚点？不加锚点成不成？比如说我这个 Ctrl A 啊，不，这个选中这个点，然后怎么办？把它往回收。这个点呢不动它，这个点呢也往回收。那么这个时候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图形。同时，我再用这个转换点工具怎么样？哎，能不能做出这样的草花来？我就是说控制一下这个点，这边就是草花的形，对吧？草花的形。然后呢，这边的上面这个点呢，这样的形。哎，这就有点像草花了吧？啊，是一个扭曲的草花。那么这个时候还得移动它，对不对？嗯，还得移动它。还得移动它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时候把它这样，那么这边它太大了，是吧？这边太大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点变成一个尖点，哎，这样是不是就更像草花一些了？哎，那么这个点呢是一个尖点，纯粹的尖点还不行，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尖点，啊，是一个这样的尖点，那么比较特殊吧也算。这个点往回收，这个点，啊。这个点这样，这个点这样，啊，这个是不是得变小点啊？用它往下挪，好了，基本就是这样吧。这是一个草花，你说把这草花变大点怎么办？草花变大点，那就把它拉一些呗，拉一些呗，拉呀拉，拉这个，这叫什么来着？控制手臂对吧？控制手臂，那么这一个草花就出来了。当然，我就可以给它加一些立体感了。普通选项里面怎么办？直接加一个，对吧？让它立体起来。哎，这样是不是就立体起来了？哎，那么但是这个做的过程中有点快，而且不太标准。怎么才能让它更标准一些呢？怎么让它更标准一些？那么我就新建，就是说我新建一个图层吧。我先在上面填充一下这个经典的，比如说这个自定义形状里面。先用它填充像素的方式直接在上面画一个，没有怎么办？点击这个全部啊，把这个全部追加过来。追加过来之后找有没有，有吧，啊，黑红梅方嘛，先画一方板，按住 shift 能保证大小比例，对吧？这样是不是就不能保证比例了？这是方板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画什么？画红桃，再画什么？画黑桃。黑桃，哎，挺好，太小了，Ctrl Z， 黑桃，
最后是什么？草花吧。哎，我就用我的钢笔工具去契合它这个形成不成？又有点小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了这四个了，四个了，有了之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就是先点回到这个钢笔工具吧，用这个形状组成。你可以注意到这个，我刚才用的这种是吧？这叫什么？填充像素吧，好像是。哎，鼠标放上去没反应，有了填充像素四个字儿。实际上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填充像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对吧？把它的这个面板变成大一点吧。这样是不是一个填充像素的方式啊？那么，然后再切回钢笔工具，用这个方式来做。这个换个色吧，换个蓝色，清楚点儿。然后点，这个方板是不是基本出来了？出来之后不透明度降低一些。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就把它挪一下，挪到红桃这个位置来。哎，做红桃，对不对？红桃呢怎么办呢？红桃，哎，这个时候我得找这个点吧，把这个点是不是就得直接选择工具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来？然后这个呢，哎，先不动它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转换点工具把它转化一下，转成这样的，对吧？这样的往上契合一下，啊，这边呢往上契合一下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点能不能删除？实际不能删除吧？哎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块有一个拐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经常提到的拐点，是不是这块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？那么这个得找到相应的位置，对吧？找到相应的位置，这个差不多这个位置。哎，这边这样，这边差不多这样。然后这个底下再空一下，一会儿，这个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。然后用转换点工具把它转成一个弧点，啊，这个缩小一点，这个变大一点，哎，这个你看它就不成了。我因为我一移动它就变成这个不是拐点，而是一个尖点了，对吧？哎，把它，我现在要的是弧点的样子。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缩小一点。放大一点，哎，好了，基本差不多了。然后就是底下这个尖点怎么办？把它契合一下，哎，这样拉出来之后，差不多这样吧。哎，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？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，对吧？再用直接选择工具，哎，你看这块这底下这个有点问题是吧？那怎么办？调啊，调，细调啊，现在基本没问题了。选中了它，哎，Ctrl A 全选，啊，也不是 Ctrl A 啊，就直接拿这个直接全选，怎么掉圈来着？Ctrl T 吧，哎，上次也简单说了一下，上次还说了这个怎么把这个路径转成选区是吧？那么你说直接互相转换一下不得了吗？但是这个锚点的控制啊，这现在有个形你能直接控制，那么没形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哎，Ctrl T 还没做得很好。那么这个时候把它稍微缩小一点，哎，这个上面的大型基本契合了吧，基本契合了，然后就用直接选择工具把它挪一下就成了。来，等等，Ctrl Z，哎，Ctrl Z，把这个点啊往这儿移一下，然后底下这个呢，这是应该加一些锚点了吧？加一些锚点，放大一点。这样看清楚，哎，好，这样，这边还缺一个锚点吧？那就再加一个呗，加一个，好，有了，好，过来之后就是上面形基本差不多，不用怎么大调，只需要一个微调。那么这个，比如这个点，把它稍微缩小一点，对吧？哎，这个点呢，也把它稍微的缩小一点点，好了，然后就是这些点了，这个点怎么办？哎，停。那么这个点怎么办？把它往这个边移一移，然后把这个边呢稍微的扩展一下。这个点呢，把它移一移，然后把这个边呢稍微扩展一下。哎，这个基本就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之后再控这两个点，转换点工具吧。哎，这样呢，先把底下这个大型契合了，契合了之后，然后把它往里变一变。哎，这个时候放大了它。
看这个点，这个点是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点呢，这个点这样，哎，这实际这个例子能够让你就是对这个整个这个路径工具啊，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，而且每个人都打过扑克牌是吧？啊，这个挺熟悉的东西。啊，有没有人说没打过扑克牌啊？哎，这相对来说不多不多。哎，差不多这个型吧。这个这不是这个点是吧？那么这个点呢，差不多啊，不是这个点吧？嗯，现在它这两个点都合在一起了，发现了吗？那怎么办？再转换点工具，再拉一下呗。先把一个点契合上，这块契合上，差不多了吧？这个是不是差不多了？然后呢，再把这个选成转换点工具，再把它拉回来，这种感觉吧。哎，再把它控一下。好，黑桃基本差不多了。哎，再把它稍微变大点。哎，那么再使用什么？直接选择工具，把这个路径啊挪到黑桃这个位置。对，这些点都选中，路径挪过来，黑桃底下这个有点像了，有点像了，基本差不多。然后这就是这几个点了，放大放大。好，它怎么办？挪到，哎，不是全选了，选这一个点，把它挪到这个位置。选这一个点，把它挪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就是把这个点选中，挪到这个位置，把这个点选中，挪到这个位置。那么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就是转换点工具，把它，哎，好，拉开，放小点啊，一般都缩小点，为什么我要放小点呢？啊，这个不知道。那么好，停，这个这边这个东西就差不多了，这个契合一下。这个实际这个点可以删除吧，哎，我能不能我直接用删除锚点工具把这个点删除，我留下这几个点，然后这个点呢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尖点吧。好，尖点，哎，好，尖点好了，有了。那么然后怎么办呢？这个点拉得太高了，缩小一点，把它这个点再拉高一点，让它平衡一些。这个扑克牌呢，实际就是同样的牌啊，在不同的排列组合，它就有不同的效果啊。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。当然，我现在看很多很多，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扑克牌啊，你能不能把你周围的人变成一副扑克牌呢？比如说你现在在读书对吧？你同班同学啊，总共54个人，包括熟人呐什么的，哎，变成一副扑克牌，然后呢还有老师啊，这个都变成扑克牌，这样挺有意思的。看那个美军他搜索萨达姆的时候，不是把这个伊拉克高官分成这个扑克牌吗？哎，这个东西挺有意思。那么这个点再拉回来，稍微控一下，啊，这边控不住了，就往这边控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左右反复调整呗。那么这个基本就差不多是这样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这就有路径了，对吧？看看这个，这对应一个矢量的，把它调成纯蓝，不透明度调高，这是一个纯蓝的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矢量蒙版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对应一个路径，我可以把路径怎么办？放出来，对不对？放出来，这时候摁住 Ctrl 键，是不是就直接变成选区了？哎，选区，然后怎么办？再生成工作路径，是不是都可以了？你说早知道这么费劲，我直接来在这儿做一个选区，魔术棒呢？魔术棒熟是吧？哎，等停！哎，你看他就这样，他不让做这个，那在这个图层上做，这是不是有了？有了之后直接生成一工作路径，哎，不是这个，生成工作路径，这是不是就直接有路径了？但是这个路径怎么样？实际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是应该自己去控制这个路径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哪儿去了？图层呢？图层在这儿，然后把这个路径是这工作路径。是不是这样它就形成一工作路径？这工作路径它是什么样的点呢？你可以注意到它是通过好多点来控制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们可能是这儿一个点，这儿一个点，这儿一个点，就总共一二三四五个点吧，但是它可能会更多一些。好吧，
那么这次呢，主要就是这些啊，路径可以转化成选区，选区可以转化成路径。当然，这个路径你可以自己灵活的去控制，设计自己的 logo 啊，哎等等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套这个身边同学、老师或者同事的扑克牌。这次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